通常从尾巴露出来的都要等比较久的时间啊，如果是卷成一球从头出来的，它就会嘣一下子就圆圆的一球出来。应该要出来了，感觉上。哎，我已经没看到，已经出来了。刚刚在镜头前面的应该就是那只鱼哈，啊，突然间已经生出来的都没有仔细的看到。刚刚一口气两只出来了，我没有拍到。好，现在母鱼在追它们哦，希望都可以逃得过哈。刚才一下子两只出来，来不及拍。那两只就是卷着从头这样子先出来，所以速度很快，连着两只出来。两只小鱼应该都已经逃出来了哈，就是在这边生出来的小鱼，当然比较大的是前几回只剩下四五只，那今天已经生了十几只哈，看得出来，刚生出来的就是比较透明，小小的十几。啊，又有一只要生出来了，希望这次有拍到啊，出来了啊，两只，啊，这次拍到两只了，希望他们都能够赶快跑出去，赶快出去，赶快出去，哎，希望他们都有出去了哈。今天除了在抓这个母鱼生小鱼的镜头之外，发现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，不知道是因为刚刚放的那个音乐不适合他们，还是这边那些鱼全部都好像受惊吓一样，都全部挤在水族箱的角落，全部挤在那个角落。以前从来没有这样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我现在换了这一片比较安静的音乐了，可是他们好像还没有改善。我还要观察到底是什么原因。